转眼，张柏芝、谢霆锋的大儿子 Lucas 已经上初中了。8月14日一早，张柏芝就在社交软件晒出自己送两个儿子去上学的同框背影照，并配文称加油。第二天，照片中大儿子 Lucas 身着米色休闲长裤和红色长衫，肩上背着一个大大的红黑相间的双肩包，看起来朝气十足。弟弟坤大子穿着深蓝色帽衫，搭配蓝色运动裤和白色运动鞋。妈妈张柏芝则披着长发，一身 all black 搭配和一只黑色背包，母子三人紧紧牵着手，大步流星地走在人行道上。其实在8月13日早上，张柏芝就曾晒出过卢卡斯身穿校服的照片，称今天是卢卡斯初中开学的日子，并在评论里回复网友，表示自己很兴奋很紧张。在另一张照片中，张柏芝托住卢卡斯的下巴，卢卡斯则睡眼朦胧地望着镜头，仿佛刚睡醒。校服上的 ICS 证明卢卡斯即将升入初中，也还是和弟弟坤大子一起在香港著名基督教国际学校读书。除此之外，张柏芝还晒了自己与卢卡斯的合照，照片中卢卡斯头戴耳机，一双大眼睛充满童趣地望向妈妈，张柏芝则用手托住下巴，眼睛里充满笑意地望着儿子。